搁那待了。啊？草村男孩。啊？草村男孩。叫啊。俩子的。哎呦，我瞅瞅。有没有嘞呀？啊？我说，哟，哟，咋着这谁？我说搁这见了。谁扔这儿了吧？哎呦！都是你看，别找别找，我看看先这个，先搁地下，搁地下，别放。搁地下。什么搁地下吗？好吧。不是我瞅瞅。哎呦，这狗儿真可爱啊！哎呦。看他们家多喜欢啊！这哎呦脏嘞，你看，你看。搁洗洗澡吧。不敢洗。不看。这狗儿真可爱。这谁给他扔这了？估计都不要了。这咋弄呀？要他弄啥的，咱家这咋弄？咱家没得的。那不管你要是说放这儿咋弄的？都是真可爱，真可爱的小狗啊！真啊！带回家吧，带回家喂吧。你说这小狗……那不中先这喂不喂，先不中带回家跟人家要，带回家时候谁要也行啊。那扔这儿，你看，他估计是有的人想扔这儿，估计有人过了，咋回事？是不是？真好玩呀！哎呦，脏嘞！我去，你看这个这么小，这不满月不满月的，不怪可爱。正好你也喜欢狗儿嘛，你说。喜欢你敢喂？我不找他不都。孕妇敢喂？你喂吗？就是回家不行，带回家瞅瞅谁要搁谁吧。带回家正好这近，他没有狗儿，带回家。那谁知道他要不要？那你带回家问问嘛。一会儿回家再打电话问一下。你看他的小爪子，好可怜，好可怜。给他，爸，这个给他戴个项链啊！你谁会要搁这狗？是不是啊？谁都认，他们不用说不想要，这行农村多的是，有的都不要都扔了。好可爱哟！别找了，身上净搁有虱子。中午回去给他洗洗澡。好好洗洗再播。可以，俺俩可喜欢小狗小猫的，看见啥都叫养。真的挺可爱的，俺俩就是一个大一个小，那个小成那个，你看那个眼是脸上脏的，他的嘴上脏的。舔我。会不会吃屎？你看，别找他了，脏死了。就给你吃个面吧。小面吧，小面叫啥？他叫小黑，他叫小花。去。俺跟河边是俩狗。你要不要？要啊。啊？要啊。要我这就在喜欢狗。你要几个呀？我就要一个吧。那你说那一个俩个白肉吧，在那放羊的嘛，这会儿要看羊的。不然的话，你扔一个也没法扔。这个好，这个房子有背。这个大，大走路。乱走路，它估计冷的了。你看它乱走。我瞅见了。哎，这个是不是蚊子咬的？啊，可是的，得给它洗澡嘞。咱都带回家吧，带回家看羊放羊是吧？中。一会儿再进它再咬一咬。再进来瞅瞅这个，这进来你那啥表情啊？就是这个是个公的，这个是母的。母的咋这么大？小啊，小的小，比那个小啊。小的别往身上放了，呀。搁那吧，赶紧吧，搁地下。不好叫他们那带着东西，一带他都往身上整天抱。那我带回去啊？嗯。怎么带回去了？啊。这个是弟弟，这个是姐姐。估计是。也得给他瞅瞅弄点事儿啥。有东西，有虫子，这是虫子。这是搁找吧，有虫子咬它，有虫子，搁这地下，别找它，别找它啊，那里。洗干净吧，靠点水，倒点热水，倒点香皂。上午给它洗。你们不要，我真的两个都当。带回去吧，带回去吧。
一个留在家里，一个生活去放一小羊。对对，你这安排的。这花的，哎呦，今儿吃的。好久没吃。手有点烫。都让他吃了一个劲儿。收起鸡蛋，给他鸡蛋。你别给他鸡蛋了，他不吃鸡蛋不消化，知道不知道？这套吃这么饿厉害，你看，你啥也没办，你看吃馒头，饿了这一会儿啊。嗯，现在这肚子越来越鼓，有俩抢着吃，哎呦，都搁手上吃呀，哎呦，小可爱，跟那小毛崽子一样。半桌啊，太大，估计是都拆狗嘛，脱狗嘛。弟弟，你说啥？你拿个篮子给拎回家。咦，你还叫我给你搭配个篮子，你弄个桶拎住。家这配个啥呀？左手，人家是左手一只鸡，右手一只鸭。你得配俩狗。我两个狗娃娃，这上面要搞个毛肚把它搭住吧。你回家给我做个惊喜。这只狗天天还闷死。嗯。俺闺女烧点热水，待会给它洗一澡吧，给小狗带回来。都没习惯找你们想他不害怕。你别找他眼上了。他记住不想洗了，这不是？你哎呦，真脏！给再烧火去。哎呦，你看长得跟你一样。这个是男子汉，这挺快，不乱花的不咬人。哼，够了。你怎么这个是？哎呦，给你收哈，再收那边有没有？这，你说多少？陈老师，你别抱他，好奇啊！这不这，哎呦，这边还有个。哎呦！那我也是狗，我你说逮多少？我见这白地方这边。嗯。俩上面还有一个，你这轮根上有个。身上好些草水，它脚呆着不动。这边洗的干净了吧？嗯。今天你昨儿给它呆晒不？这个是，这个不是。哎，这，你这手感觉，这吧？嗯，真大。说一说，别抱它了。长这样。哟，你别动了，小狗。再瞅瞅。抖得厉害。哎。那个头发搁里头吧，别抖手。别松手。哎呀，他俩碰头，挨着的水，干净的多，不然的话草还更多。